为了完成电视宣传片的拍摄任务，十位佳丽晨早就接受化妆师和发型师的悉心打扮，务求以最靓的容貌出镜。今届华姐的主题是倾世纯美，永恒光辉。大会为各位佳丽精心设计一些能够表现清纯美丽特质的服饰和造型来拍摄。专业摄影师根据每位佳丽的性格、爱好、特点来塑造最佳的姿势，加上最佳角度的灯光，力求拍到唯美的效果。自然就是美最高的境界。啲佳丽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仪态训练之后，面对摄影镜头更加有自信，面部表情的掌控和身体语言的把握都显得游刃有余。这日由朝到晚，由室内到室外，十位佳丽和所有的工作人员一刻都没有放松过的。大家发挥无限的创意，终于成功拍摄了一辑美轮美奂的电视宣传片，将参选佳丽永恒光辉的一刻呈现给观众。想一睹佳丽的风采，记住留意宣传片的首播日期，就是今个星期四十月25号了。